猪肉，哎，猪肉，这个行了。四五块钱，多少钱？四五块，四五块两包，四五块，哎，行吗？不要。吸豆啦？不要。怎么了？啊？吸豆还是吸草？啊，不要不要。该怎么办？来吃这个。它是烧汤。嗯？它是这个锅汤。这个。最好。哎。这个好，这个，哎，是好，这个要这个啊？啊，不要。你怎么吃啊？你回去怎么吃？怎么吃？要切片子切，还是上锅炒了吃？这边你把这个好了，行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屁股？哎，这边是这个了，前腿了。这个大排肉好了，这个这是大排，这个鸡背上的肉啊，这个哎对啊，就在学校吃的学校的，好吧啊，不要这个也不要，这个肉对呀，七块八好了，好吧，这里有东西，把它借的，行吧，两块钱啊。来回去吗？